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要你活下来。我要重组燕世凡。重情义，共患难，同生死，为了民族大义挺身而出，我们一起为中国效力，用我们的真才实干支持新中国。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任何人欺负。是中国人都咽不下这口气，把枪刀放下！你敢？砰！别丢下我！似乎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一场人生的浩劫，都在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调研一个失去的时代，跟王朝。这次我决定留下来，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。我们来就是为了一起共赴生死。无论世事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永远都是兄弟。